我又要出去喽。哎，怎么没下来啊？在这儿。我现在到店里来了，我老公他们都不在，出去了。我先把我的活干完，一会儿等他一起去吃饭。都想看我老公的仓库，这边全都是货，然后这都是挂的，看看挺大不？那边还有一个仓库，然后还没用。这是我刚才打包的要发走的货，还有一堆没打的。这早上我来，我婆婆给我的小包，好可爱不？她让我拿，我说我也没有配这包的气质的衣服呀，你说说，背景有点乱，是这样穿的不？配上我的小包啊，有没有江南贵妇的气质？我一天可能整啊。哎，小包一挎啊，据说还是个名牌的，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，反正韩国牌子。好了啊，我们现在要出去炸街了。선배님도他办了我们就不知道。那爬盖都叫볼수있어요。啊，我喜欢这个。这是妈妈的客人。走了，他走了。这是给我婆婆买的水果和纸巾，好像是。我婆婆天天人缘可好了，天天收礼。这是买的啥玩意儿？看一下，好像是橘子吧。果然是，买了一箱大橘子。我先吃一个。看，这个东西都是哎，好看的放上边，拿起来就是这样的。吃一个。正好愁没啥吃的呢。就来吃的了，就是有这么就这么有福气，你说咋整呢？就是你就这么有福气，你说我哈可有吃的福了，我就你看我这个像盒子大痦子了吗？就是吃的痦子，真的，哎呀妈，正愁没啥吃呢，饿极脑，等我老公吃饭还不回来了，来，我问你，1675134맞아요，挺好吃的。这是个吃货，刚扒开他就来了，然后给我吓过呛，还挺不好意思呢。金老板终于回来了，等你去吃饭，你就饿死了一会儿。我们现在去吃饭去了，吃完饭去办公室，还开车去吃饭。哎呀妈！啊，领我带我去吃好吃的家。哎呀，在这个楼上的七楼是吗？对。停车场，进去。现在有点下小雪呢。哎呦妈，这咋的？欢迎我呢？啊，欢迎我来到你的办公室啊！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！我们吃完饭来金老板办公室看一下。滚！我看你还来气，你看那个头发也不洗。哎呦我的妈！七楼到了。哦，这里啊，这里是新办公室。这个是进门，好大呀。这个是之前的老板他们还没搬走，然后我老公他们要用这里，也是他们也是服装的。之前的老板，好大呀，好大呀！这个老板之前的电脑什么的也都给我们了，桌子都给我们。然后这是一个会议室，这办公室上面这是这个老板放的，这大干锅鱼还有一个，干啥这是？他今天是叫他的员工来开会的，正好来看办公室。能不能换个包？这大老板整个布包。这是一人一份材料呗。哎呀，这都你自己写的？你看我老公太厉害了，天天自己写的，你看没有？这几篇儿，这得是。从上个星期四。哎呦我去，全是你自己写的。圣诞节都干屋里。妈去呢！
不愧是在大公司上过班的人哈。哎呦我去，都你自己整的，还有英文的，太厉害了。完全我跟你是两个级别的，跟不上。当然了，滚！在哪个大学？滚！老说我哪大学毕业。老说哪的全世界的最好的，哎呦妈呀，哎呀厉害，我学了那个滑雪工程哎呦妈呀，妈厉害，比我娘还厉害，比不了比不了，哎呀行厉害啊，哎呀摸摸毛。现在在等那两个设计师来，我在这坐着当你秘书吧，给你记录一下，不是有会议记录吗？这个是其中一个设计师已经来了，在中国待了十多年的呢。哎呀，有点不好意思拍他们，反正他们要开会。然后我说那我先走吧，我先走吧。然后我也不会说啥的，也不懂的，融入不到他们的社会里边。然后我现在来拿我的车。还没出来啊，好冷，出来喽，我的小车来喽，哎呦呦呦呦，好冷。回家以后看看我儿子又在这弄一地，老二在睡觉啦。阿姨做的这个是炒的鸭肉，还有豆芽拌的海带丝儿，裙带菜应该是，还有拌的菠菜，这个是啥玩意儿？是萝卜丝儿吧？拌的萝卜丝儿。你们都说我是不是找了个假阿姨？我也怀疑是。你看看，每天这个炉灶这里都是我自己擦，她做完饭就往这一坐。然后呢就没有事了，等着我回来他就走了。看看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应该做完了再走吧。然后这里也没有整理，哎呀，我吃完饭了，然后我婆婆也回来吃完饭了，还没收拾呢。我老公还在那开会呢，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我老公回来了，这家伙又激恼的，看我老公这发型，哎呦我天哪，停停停，哎呦，这这嗓子老尖了，我得给我行了，我得给我老公整饭去了。金老板回家来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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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妈呀，咋抱着锅吃呢？咋咋啊？咋还坐地上抱着锅吃上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这奶奶，这奶奶，来，我就给爸爸吧，爸爸吃点饭，走吧，给爸爸，啊、嗯，爸爸爸爸吃点啊、嗯，哎。你个爸爸外头啊，给爸爸吃点，给爸爸吃点啊，给你个，你都吃啊，你都吃啊，那上，哎呀妈呀，那上椅子上吃去吧。这奶奶就是，哎，干啥都行，只要不哭就行。你儿不让你吃，你也跟人在地下吃吧，来快点，你也坐地下吃吧，要不这地吃得了，要不这不让啊。看我老公们这些马甲，哎呀妈，一个两个三个，这是你的四个，行不行？这个是给我买的 啊这是我的啊，哎呦谢谢老板，哎呀妈，给我买的马甲，哎呀妈，看看啊，哎呀呀，这个好看，哎呀这个好看啊、哦、这个挺好看，哎呀妈，这我能穿吗？你的碗我都能穿，可别跳了，男女同款，哎呀挺好看挺好看，哎呀这是还跳呢，哎呀妈，把头发剪了就完美了，哎真的把头发剪了就完美了，哎呀我这也要穿，哎呀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哎呀妈挺好看呢，哎挺好看呢，哈哈哈哈，这俩爷俩